开心唱歌竟然变成了打群架。台东有一间 KTV， 今天凌晨有一群人挤在了店门前大打出手，而双方人马互不认识，只是因为上下楼梯时引发了口角，竟然就上演夸张的全武行。一群人挤在门口大打出手，你一拳我一拳，不断挥拳猛揍，谁也不让谁。有人跌倒后站起来继续加入战局，有人上前劝架把人拉开，场面可以说是乱成一团。边打边呛虾，火爆现场，隔着玻璃门都能闻到浓浓火药味。台东市一间 KTV 五号凌晨爆发群体大乱斗，好几人在一楼大厅打得不可开交，而双方人马根本不认识，只是因为上下楼梯时引发口角争执，越演越烈，最后酿成肢体冲突。本分局立即启动快打部队抵达现场，为滋事者均已离开。目前已掌握滋事者三人，通知到案说明。经调查后，双方也没有帮派背景，只是一言不合就在工作场所拳脚相向的行为，也被警方通知到案说明，要为冲动行为付出代价。记者刘林祥台东报道。